咱的纪念，证明阮的用心只有你，只要有你在身边，不免誓言做证据，唯一予你我一片痴情。你是一粒星，指引我的真感情。阮的一生若无你，留伫世间啥路用？用情愈深，心愈惊来失去你。你伫阮心内，无人会当代替你。用情愈深，心愈惊，有一天你在相思。用情愈深，心愈惊来失去你。嘿，林主席哦，唔敢是无别人包给阮哦。迄人卡正破病去大病院，还佫有去用绑票的时阵哦。吼，伊明明就知影，伊佫甜甜甜的，敢若完全拢佮伊无关系同款啊。嘿，还佫有哦，嘿，阮要用钱哦。哎，叫伊搭三间的时阵哦，吼，伊阁真爽快答应哦。结果咧，唔知去倒位杀足侪迄假钱出来哦，啊去骗遐绑匪啦。伊安尼做吼，根本就是甲卡匠的性命用遮尼讲耍笑嘛。你讲安尼这个人是不是真害着？阿姑姐，秀芬姐。我已经听到迄个代志，我都无相信。我认为讲是恁在抹黑伊，也毋过今仔日我完全相信伊是一个会去做天地不容、死地大的人。我嘛已经对伊死心了。我想要留在台湾啊！我想要回去香港，我想要过较早那种平静的日子，好无？志明，你袂当讲拄着淡薄挫折，要这样失志。你即马看清楚黄平洲的真面目，这表示讲你大汉啊！你捌代志啊！你头壳清醒啊！这是等你欢喜的代志啊！妈，你讲我听到这话，想到这话，我哪有可能会欢喜啦？我即马除了饮酒以外，我阁会当做啥？别再喝酒了，你现在爱做的事情就是好好振作自己，好好充实自己。咱妈妈从少年退休回来后，你就能带着美花还有手中的身躯边好好学习。我相信无恁爸爸，你同样有光明的前途。经过我拄只解说，你应该知影讲，应该我要用啥方法对阮治疗啊，所以你应该放心吧吼。赵总裁，谢真多谢你这么听阮的。我唔呐是听恁啦，我对家己嘛足有信心的，嘛相信家己的眼光。好啦，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我的司机在楼下等我啦。隔壁，我送你。吴太太，你好好静养就好，生理上的代志都交我甲志忠处理就好。赵总裁，哪会都万事拜托啊。妈，我马上回来。
你就坐那顶。啊，你即摆过来是毋是要甲我讲好消息？吴冰秋准备要甲我们签约啊？无毋对，你就说麻烦你。局长，我已经将你昨昏开出来的条件清清楚楚写伫个证明函的顶面，请你详细看卖。若是无其他的问题，我明仔载早起甲阿德啊，提去派出所，互黄主席签名。阿弟，阿奶是你过，你就输过来，你记名嘞。真歹势，这是阮大少爷的私事，无方便用别人讲。你若是唔肯交代黄志明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阮会怀疑伊甲黄冰秋又搁伫咧骗鬼骗怪，拒绝接受恁这份合约哦。就是因为昨昏，阮大少爷无马上答应黄志忠所开出来条件，所以去黄主席面啊。即摆因爸仔囝闹甲真无爽快，唔才会派我甲你律师做伙过来。李律师，这份合约无啥问题。即马就当明秋，什么时阵签字，我就什么时阵可跟白总裁甲伊爸提出告诉。好，哪日等黄主席那边有消息，我会马上给你通知。那呢，我先离开。即摆是不是应该对我有信心，别阁烦恼？相信是相信啊，啊，不过总是要等黄冰秋正式签名以后，一切才算算啊。这是当然的。志忠，虽然以前有讲过，超联集团伊若是提到手了后，要无条件送还予咱，也毋过我认为咱无这个道理来接受，所以我有想过，上好的办法，就是咱甲燕青共同来经营超联，不管到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。大家拢做伙承担。刘总裁，请。刘总裁，我就是打电话给你，王志良，多多指教。馆长你好，我甲你介绍一下。这位是我的太太李新林，伊是李公泰山的千金，嘛是即马台风开发的副董事长。这位是大亚工程的董事长叶美琪叶小姐。叶总裁，这么烟斗飘飘，女朋友一定袂少吼。哪有啦，叶董的，你唔甘嫌啦。叶总裁，你叫我叶董的，我可袂惯性呢。你应该亲像志玲因同款。叫我 Maggie， 好吧。好 ，Maggie。嗯。刘总裁，最后这位叫做陈地瓜，伊是我的特助啦。你要是有任何需要，你用个随时吩咐伊去做，不要紧。当然，那呢，我先去忙完。嗯。来，阿姐，坐下。馆长呀，今日在座各位拢是台湾生意场有头有面的人，唔知阮馆长今日找我来有啥物贵事？啊，叶总裁，阮得到消息，黄志忠甲洪美华因的幕后大金主是你哦。Maggie 啊，等下等下等下，即摆在讲啥？我当时变作别人的大金主，我家己拢唔知啦。叶总裁。之前志忠刚开嘴借2000万的保释金，将伊妈妈交保出来了。啊，前两天，伊是摕你开出来集齐支票来还我，而且伊阁真红声甲阮讲，你已经变作是个幕后金主啊！伊要正式甲我伫个生理场上来竞争，这件代志，敢讲你拢唔知影？我确实拢唔知呢，因为翁美华是我在台湾的朋友，我即个转来哦，知影讲伊有健康啊个关系的问题，所以想要摕一寡钱才甲斗相共。我真正无啥物意愿要做大金主，还是投资啥物啊？姚总裁啊，虽然即摆开嘴向你借钱，啊，不过以后一定会开嘴叫伊投资的啦。啊，要到时阵哦，你千万莫让洪美华、甲黄志忠这对上敖假可怜、假委屈的母仔骗去啦。
啊，因两个靠说手头几块破地皮，就金做一个骗过一个。我是怕你变成后一个受害者，所以怕你专工叫你过来，要把实情讲给你知影的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我是有听美华讲过，讲伊有一间建设公司啦，啊，唔知这间公司到底在做啥物。其实是安尼啦，我当年待在美国，对台湾生意就真正无了解。我安尼啦，各位若无去嫌，恁就讲一寡台湾生意上的一寡内幕，我听，安尼好无？刘总裁，恁若是有兴趣听，哎，我讲偌多，讲偌久，我拢愿意奉陪。没记啊，多谢你啦。我伫即摆红之中啊，坚持要求，叫我从拄则甲你讲遐条件啊。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伫个契约书顶面，而且出席，甲咱爸完全拢无反对，就同意这条件。王平手感真是甘愿损失一半财产。就算讲王主席即马无妨怪伫个派出所受苦，万免拜托人救伊。俺不敢来凭以往对伊的控告甲强诉啊，伊甲白总裁的离婚官司是输面较济啦，所以伊唔甘我嘛袂用止啊。那咧以后超龄的出席，唔得换别人请来做啊。那咧，咱应该赶紧甲别人请八个才才用。无得靠伊的心情若好，咱唔拿用转去超龄上班，还阁何管用做？好啦，咱讲正事。那是安尼，咱银行到底安怎要记录，甲迄条进行来？起码我是要想无什么方法啦。太婆安娜，你敢有什么好办法？办法是还袂想到啦。也唔过我拍算下暗要用的，必原子量一定要将钱交出来。好啦，刘总裁，无咱另讲有机会再搁讲。弟哥，替我送刘总裁。是，刘总裁，请。总裁，那遐拄好伫遮拄着。阿罗，元旦请我来食饭啊。刘总裁，看这个办事，你和叶美琪应该有真重要代志要参详。那恁我含太保都无要耽误恁的时间啊。志玲，新明。林明啊，你即马算新兵厂的人，敢有无啥物交差啦？请问你甲陈太保个林安娜来阮家创啥物啊？心灵啊，虽然我即摆伫个工作上无甲志良合作，啊，不过私底下我嘛是真好个朋友嘛，所以三不五时啊，过来找林秘书开讲，即嘛是真正常啊。是啦，心灵，我安那真久无甲李英玲佮有太保安娜因斗阵啉酒啊，你今日就算放我一尴尬，你较早去你休困倒。好啦，你莫啉烧啊，较早起来陪我。弟哥，这无你的代志啊，要哪去休？是。就我什么代志，用个直接讲。当然嘛是欠债还钱，这款天公地道的代志啦。太保，你嘛知影，我甲新玲恢复翁母的感情，接回台风开发董事长的位置才无偌久尔。你即马随走过来甲我讨钱，袂感觉伤过着急些？志良，两个月我甲太保安娜三个人，一个人听我分六七千万呢，这么大一笔钱，我哪有可能袂着急的？也毋过是恁才拄开始信任我尔，我即马就提两亿出来，一定会起怀疑啊！恁就给我一点仔时间啊！时间时间，我含太保李英玲已经唔知道你偌济时间结果咧，阮说一千五亿拢无看。阮志良。我林安娜的名不是你叫假的，更加不是你装笑的。我即马就用我的名咒诅。若是下暗你无要将兴节时间超好，我敢甲你保证，我一定将你是太师、你太师凶手这件代志讲予你心里知影。不信，咱再来试看嘛。
真正要跋这硬性，我唔对，我爱决心，请你免怀疑。好啦，算我惊你啊！我答应你，一个月以来，我欠因的钱一定全部付清。当然，那你这个决定对阮来讲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所以敢唔当请阮入去喝酒，跟大家庆祝一下。我来灌酒。我是一个有年岁的人，而且我之前有两次婚姻的记录。我若要搁找对象，不管对方是不是喜欢我，其实我心内已经有适合的人选了。我敢问好奇问一下，这个人是什么人啊？就是美华。美华，你讲的是安美华？我唔对啦。那呢，恁是老朋友，这表示你甲伊真久咯。嘛不是安尼讲啦，我会甲伊美华，是因为这段时间我甲伊接触，渐渐却记唔着。我敢有听唔着啊？叶总裁，你敢知影你怀疑即马几岁啊？唔知影啦，啊不过肯定比我较少些。那你敢知影伊是甚么款的出身，伫个甚么款的环境大汉？这我嘛唔知，啊不过我的出身肯定比伊较差。好啦，就算讲你无要紧，伊的岁数嘛无计较伊的出身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，翁美华伊即马是得着年干的人呢？你甲伊做伙，敢有未来？美琪啊，这年干也是绝症啊！即马美华已经手术好势啊，只要莫阁发作，赶快用我个百里。叶总裁，我有自信，我各方面的条件拢比翁美华较好啦。敢讲你真正袂放弃翁美华，来选择我美琪啊？美琪啊，我知影啦。无论是年纪、外表，还是身材各方面，美华确实输你足多个。啊，不过足可惜的，伊咧《三周刊》的新闻，我捌详细看起啊。假使我甲你有未来，安尼我的未来都是一只乌龟，而且是一只短命的乌龟。啊！若我真正对伊美华，阮两个老来会当做伴，食到我这个年岁啊，会当谈一段久长的黄昏恋情，安尼嘛是足浪漫的，你讲对无？歹势啦，我先去开门啊。Maggie， 真久无看到啊，吴志恒。你哪会过来啊？麦琪啊，我在咧洗手间的时阵，惊我家己啉伤多，我都开车，所以我打电话叫我的查某囝来接我。哦，叶总裁，我听讲哦，你有收吴志涵做客查某囝啦。我只是安怎拢想袂到啦，恁两个爸仔囝的感情竟然这么好啊！好到你行到倒位，你的客查某囝就对到倒位哦。麦琪，你千万唔通误会啦。不是我爱考爱对咯，是阮客爸平常时伫外口应酬的时阵，都拢特别小心，惊万一无注意会去予人失格，安尼恐惊后悔都会袂赴啊。志涵，我看误会人是你啊，我要哪有可能去失格刘总裁嘞？难道我认为哦，拄只刘总裁讲我去予看伫个《三周刊》遐新闻，这是去予失格嘞？哎，志涵啊，迄本《三周刊》是你摕我看的。敢讲顶悬写的拢是假？客伯，这件代志，唔然内底三四百个牛人会当做证，就连阮家所有的人拢会当证明，哪有可能是假的啦？美琪，你讲对无？这个问题就无聊啦，我无想要回答吧。好啦，美琪，阮先来走，以后有机会咱再阁联络啦。顺行。志涵，咱来走。Maggie， 拜拜。Maggie，
你红酒美玲家是不是已经成功啊？我即马等你生气啊！你莫再用这件代志来刺激我。我无了解你的意思咧，敢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志良，你若真是想要知影发生什么代志，你用马上过来遮陪我啉一杯啊！我再大大讲给你听。啊，不过我先甲你讲一点，就是今世不妙。我睡过，你等我。老公啊，阿美琪安怎讲啊？美琪讲大事不妙啦，是呢，你要跟我做伙过无？我看也是卖啊啦，我即马巴肚愈来愈大，体力嘛愈来愈歹，为着我甲巴肚内底囡仔健康哦，我也是伫咧厝，你家己去就好啊啦。无你先困，唔免等我啦，我代志讲煞，随等来陪你。你塞车较细腻哦。恭喜，刘总裁，多谢你。别客气啦，咱来保持联络。客杯，我送你。好。厝内底有人客气嘛？刘威华，歹势啦，你认唔着人啦。等一下，你明明就是刘威华，是安怎无要跟我相认啊？刘威华这个名，听起来真熟，好参详伫个地听过。我嘛是到今日你才知影，我真有可能是去予爸母放生的姑娘。你讲你的亲生爸爸叫刘威华是？李总裁，刘威华就是田美的亲生爸爸吧？不，这位就是刘威华，也就是讲，当时伊甲田美待在香港，然后就无要过门，嘛无要联络，唔吃老爸。年轻啊，我知影啦。无论是你，也是冰秋，也是田敏，看到我一定会足受气的。因为当当年确实是我做唔对去，所以讲虽然我转来台湾，嘛知恁拢在台湾，煞无这勇气甲恁相认。客伯，这到底是安怎？恁先坐来，再好好讲好无？对啦，其实我嘛真想要知影讲，恁到底发生过什么代志？白总裁，你先别生气，坐来慢慢讲啊。好了，总裁。年轻啊，不管长当年我有什么苦衷，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，我跟你严家先跟你回实礼啦。这么多年无看，原来你已经变作大头家刘冠兴、刘总裁。燕青啊，我拜托你好无，莫让你家口水啦。刘总裁，我会记田美爸甲我讲过，伊讲伊真细汉时阵，伊的亲生爸爸就将伊送去美国读册，干嘛呢？无唔对啦，燕青甲冰秋是去香港进前，我就熟悉老朋友，去香港了后。阮一直有联络，后来我的生意做失败去，嘛欠底下几桩足多足多的钱。我当然无这个能力，予天命继续留在美国读书啊。我嘛唔敢再回来，予伊逐天对我吃苦，逼这步啦。所以予天命留在香港，拜托冰秋甲燕青替我照顾。阮替你照顾查某囝是无问题啦，啊，不过我上生气的是。了后，你就无要无紧无过门。我参冰秋廖顺公，你已经死啊！你比这每一段日子，实在不是人在过啦。迄阵啊，我娶我的某，还佫有另外一个查某囝，逐天除了行鞋以外，连食饭钱都无啦。最后，我实在不忍心看因母仔囝受我的拖累，我甲伊离婚。我感觉家己面对乌白两道的逼笑，也较危险。
后来真无简单，我有这个机会，我走去美国，熟悉到美国，拄啊过身这个某，靠因后头厝的倒三工，我才慢慢重新站起来。刘总裁，人咧讲人生有起有落，你真正的遭遇听起来真值得人同情。你无能力、无办法的时阵，放某放囝，这嘛袂用怪你啊。啊，不过伫个你重新站起来以后，你嘛唔肯甲白总裁、甲天命，还佮你的情某联络是无？我当然是想甲伊联络啊。啊，不过我后来娶的这个某，伊个性足阿爸的，占有欲足强的，伊不准我甲任何人联络，甚至讲甲我的名改做刘冠兴。伊甲我讲，希望我从在台湾进前的即款钱较济，拢放我袂记，所以我一定无转来台湾，也无甲任何人联络。威华，好了，刘威华这个名，我真久无听到啊。我定对家己讲，刘威华已经死啊。我现在是中心的刘冠兴，所以请你叫我冠兴。好，冠兴，拄则你所讲的原因，我会当接受。我现在干来想要问你一个问题：天命这个查某囝，你到底是要相信无？燕青啊，我之前嘛甲志涵讲过，我这世人上对不起的，就是我两个查某囝。我这个做老爸，自细汉到大汉，因的死活，我拢不参加。所以讲，我安怎思念因，我嘛无这面去甲伊相认啊。所以我想，天命对我这个无负责任的爸爸，心肝内只有怨恨。客妹，我的看法甲你无同款。天命已经是一个成年人，伊嘛应该知影什么叫做人情世事。你当年母来，坦白甲伊讲，我相信伊会当谅解接受。刘总裁。既然讲了无不对，特别本来都是你的亲骨肉，而且你拄才口中，我嘛真同情，所以我相信天兵一定袂怨恨你。我认为你有必要爱马上见天兵，赶紧变阿家收人。阿杰啦，我阿杰啦。阿杰啦，我妈到这点要来看你，你却走。妈，啊，这位是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是刘冠兴，刘总裁。伊较早的名叫做刘威华。刘威华，这个名我乃敢那伫倒位捌听过啊。天命啊！你当然是要听过啊，因为这位刘伟华就是你的亲生爸爸。妈，你讲这个人，这个人是我的亲生爸爸。天命啊！我要为我当年所做的代志，对你讲一件实的，诚心诚意，甲你回实的。而且，若是燕青这两年一家伙也做伙苦扛我，我实在无这勇气来甲你相认啦。你讲你有勇气来甲我相认，不过我即马。真正不知要用什么款的心情来面对你。天兵，我知道在这款的情形下，跟你亲生爸爸见面，你会感觉足突然。不过你这摆心肝内有什么想法，我希望你拢会讲出来。自我细汉，我就去和我亲生爸母放散，若不是去拄着我养父养母，肯修理我，肯疼惜我，我一定会感觉我自己真可怜。囡仔细汉时阵，上需要亲生父母伫个边仔照顾的时阵，因拢无伫个我身躯边。阿哥，
等到我已经大汉了，等到我已经会用自己独立，是不是有亲生父母对我来讲根本就无差的时阵？我的亲生爸爸永远出现在我的面头前，我真正不知道要用什么款的心情、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代志啊！天明，妈，天明啊，我知影讲我家己足对不起你的，搁较侪对不起，妈妈我都挽回你之前所造成的错误，所以这句对不起，请你收回去，我不需要。天明，等你的问完。廖总裁拢全部解释完知，所以阮才会带伊过来相认。我嘛希望你给廖总裁一个解释的机会。我想听完廖总裁伊的苦衷，你应该就会谅解伊，谅解伊当年为什么将你嫁给白总裁，嫁给黄主席来照顾。是啊，天明啊，听恁爸爸解释了。你再来决定讲，是不是原谅你，或者是接受伊，好不好？燕青啊，志忠，多谢你陪我走一撮，这嘛敢用给我甲田敏即个单独相处的时间，我好好对伊解释一下。白总裁，哪里我甲白总裁，我都先等伊，有甚物需要，随时用敲电话。志忠，多谢你。太岁，我是看到阮妈妈跟我姊弟的面子上，才肯听你解释。所以你有什么代志，紧讲，讲完你来迎走。弟弟，较早你无甲伊治疗，是不是因为你知影，伊会对你不利？心灵啊，妈咪，你是安怎恁这久才回来啊？哎呦，就是因为我甲丁婉吼，心连心，手牵手，啊，甜甜蜜蜜，欢欢喜喜咧看爱情电影。是讲心灵啊，啊，你哪会这么着急？搞球团是有啥物代志啊？是这，一件甲弟弟有关的迄代志啊。是啥物代志啊？就是跟弟弟有关系的代志啦。哎呦，啊，到底是什么代志？你唔紧讲。好啦，妈咪，我跟你讲哦。啊，不过我希望你要有心理准备。今日林安娜和陈太保来找志勇啉烧酒，我无意中去听到讲，林安娜讲志勇是杀死弟弟的凶手啦。心灵啊，这款代志话你讲清楚，你敢有听唔到？我就是无听唔到，我才着去要找你顶个参详看卖，我即马是要安怎做才好啊？这种代志有啥物好参详？当然是马上打电话哦，报警啦！妈咪啊，袂当报警啦！是安怎袂用的？因为之前警方怀疑弟弟的命案是王世豪佮张太吉所做的，虽然即马无证据会当证明是志勇做的，报警嘛无路用啊！就算无证据，又搁安怎？咱会使叫警察吼，为袁志良的祖公祖妈十八代开始调查啦。袂用的啦，安尼一定打草惊蛇的啦。妈咪啊，我有想到一个办法，想要跟你讨论看卖啦。什么办法？就是即马，咱先隔点点，当作啥物都唔知影，卖让志良起疑心。啊，我看安那，敢那真了解。咱明仔载找安那问个清楚。看结果是安怎，咱才做决定好吗？嗯，你这个办法真冷静，我赞成。啊，不过还未确定证据，妈咪不准你甲少妇受人的嫌疑犯困到底。妈咪，第要确定治疗是无够证据，我嘛无想要甲伊困同房。啊，不过我嘛袂用话走就走，我惊伊会怀疑呢。袂啦，我有办法，我绝对袂让治疗来怀疑。
这二十年来，我就是安尼过。连这个转来台湾，我明明知道冰秋在台湾，嘛知影讲，我若找到冰秋了后，我会当找到你。我就是无这个面来见冰秋，也无这个面来见你，甚至来跟你相认。那恁这二十年来，你敢有认为你家己做唔对？天命啊！自从我离开你母阿兄一时刚开始，我就知影讲，我做唔对代志啊。我知影讲，欠你母阿兄三个人足多，所以这几年来，我的良心无一天好过。我什么？我叫你爸，爸，听完你的解释，我唔难会用原谅你，更加会用接受你，甚至是叫你一声爸爸。阿敏啊，多谢你。多谢你，妈，你免跟我说多谢。我知你的苦衷了，我当然就不再怪你那当阵把我放生了。阿哥爸，这个你回来台湾，跟我要找妈妈阿哥妹妹。这件代志哦，我当然想过，阿哥，我是无这个勇气去做了。既然你有勇气，会用来找我，跟我相认，那安尼，你当然嘛爱有勇气去找妈妈，还佮找妹妹，去跟因相认啊。而且我都应该原谅你，会用才相认啊。那恁妈跟妹妹，更加有可能会用谅解你、认同你啊。我知啦，啊，不过我惊找无着人，或者是讲我找着人了后，因故作个变怎？有心哦，就免惊找无；有钱，更加唔免惊人拒绝你啊！好了，田敏啊，既然你这么支持我、甲鼓励我，我明仔就看报纸，找你妹妹，找你妈妈，好不？另外，志良啊 ，Good morning。志良啊，你哪安尼看我呐？无啦，妈咪，我只是感觉真奇怪。你向来阮的房间都唔弄门的，那今仔日是安怎？啊，志良啊，是我干妈妈的啦。对啦，昨暗你有睏好无？啊，我写你纸了，迄理由你敢会用接受啊？袂用的接受嘛爱接受啦，因为吼，我不但爱保护我的查某囝，我嘛爱顾好我的金孙才会用的啊。妈咪，你即摆意思是讲，新人啊，甲我睏同房？真危险性，啊，就是讲你烦恼我的，去伤害心灵性。这，志良啊，阿妈咪哦，是今仔想来，那是害我流产，哎，等于是伤害到我个巴肚下底个囡仔啦。妈咪啊，对无？对啦，对啦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啦。杨哥是呢？要等囡仔生落来，搁真久的时间呢。这么久的时间，我无多好啊疼惜你，你袂感觉唔甘心？嗯？当然会啊，啊
不过可以安怎？志良啊，我即摆立场吼，一切拢是以我的金孙为重啦。啊，你甲心灵阁遮尼少年，哎呦，以后吼有一世人的时间会用温来。即摆吼，进来几个月，敢会安怎？好啦，妈咪，就照你的意思啦。心灵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咱早顿吃完，到底来上班。阿哥，我拄食只白鸡，我食袂落啦，你食就好啊。飞弟，我嘛袂枵啦，无咱即摆来公司。志良啊，今日吼，心灵要陪我去看厝啦，看是毋是会用哦，拣一间小国家级的别庄，所以心灵吼，今日外地去公司啊啦。规工拢要看厝是？当然咯，今日若是找无介意的吼，明仔又要继续啦。心灵啊，咱今日去吼。志良啊，拜拜。大人。志良啊，伊还阁有啥物代志？是呢，你今仔日拢无叫我老公呢，你安尼我也无心情上班了。老公，拜拜。志良啊，这份合约已完全照你开出来条件写好啊。黄主席嘛伫个顶面签名底呐，敢阁有啥物问题是无？我是要看较详细，看恁内底有算啥物文字游戏，安尼敢袂用诶？当然会用诶啊！周芬啊，你是看好清楚无？迄黄主席敢真正遮尔大方着，肯把家己一半诶财产哦，拢分予白总裁？那我看哦，伊毋是家己头壳歹去哦，就是咧看手术内面，互人糟蹋到头壳歹去啦。啊，总共一句啦，伊就是头壳歹去啦。恁两个，莫伫边遐吵好无？李秘书，无问题啊。副总裁，你所开出来条件，阮主席拢已经答应你啊。那恁即马是毋是硬换你，表现出你的诚意？助理放心，我会马上展开扣坑一万甲白总裁的动作。哎呦，免苦劝啦！白总裁哦，要拍这个离婚官司，主要目的哦，就是爱分到一半的财产。即马黄定昌伊个答应要给伊啊，伊都无理由通告伊啊。啊，秋芬啊，啊那咧讲起来哦，阿摆迄超联集团，唔着变作是白总裁在做主先呢？当然嘛，唔是，迄白总裁有讲过，超联也是提转转来吼，第一害吼咱黄家，到时吼未来主席就是志忠。秀芬姐啊，您敢免点点，把志忠个代志处理完。歹势歹势咯。其实也无啥物好处理的啦。阿弟啊，咱倒来报告王主席，王志忠已经把这份合约收落来啊。伊嘛会讲话算话，改道三工，安尼就好啊。两位，安尼我都无错啊。志忠，嘉怡，等你吼，若是做主席夫人时阵，第一记哦，一定爱牵上阮阿母，啊，搁明阳哈。哎，秀芬姐，明阳最近你怎啊？足久无看到伊啊嘞。哦，伊去大陆啦，看中医，嘉怡的脚断的脚骨哦，接着断啊。哦，接到外好势，即摆行路绝对拢袂安尼一摆一摆哦。啊，真实诶，坐已经无摆脚。对啊，啊，等美华出院的时阵哦，我叫明阳来出来食饭，顺便啊，你亲身甲。主席夫人，阿哥主席，安尼拜托一下，一定要甲我看成哦。秀芬姐啊，话莫讲遮尔早啦。啊，就算讲白总裁愿意甲乔莲送予阮，啊，不过我相信阮妈妈一定嘛袂接受的。我在等你说留下吧，不要走。你只是低着头。这嘴什么也没说，我要安怎让你了解我心中的无奈，想要将你留，又怕耽搁你的前途。我要怎么说，我也是舍不得，难分也难舍，亲爱的我该怎么做？相信
还阁会相会，请你放心，放心放手去飞。坚心的爱那天地，爱你的心永不变，期待成功咱才阁再来顶会。还阁会相会，请你放心，放心放手。